Cara. Aí já deu.一直玩英雄会不会腻？那肯定会。啊，你一直上班会不会腻啊？那应该也会的。对啊，这个怎么说呢？超越一切的闪光，永远能看见你真正的。啥了呀？这波给他们。 哎呦，还好，还好是探探小笨蛋了一个，不然这波根本没 Q 哎，不是不会，他怎么？哎，这个被动被打出来很不应该啊。对，这一感觉这个被动不该被这样打出来。油桶在后面吗？可能在，在回到了，咱们也不叫回到，现在才回到了。他会空线，他会卡一下线的吧？回了。这波线不太好搞。 好绝，好走位，好游走，绝对的顶级游走啊！只要你有本事，就不需要什么运气。 DJ打老鼠其实上是不好打的，属于那种很难打很难打，就已经难打到有点基本上完全打不了的那种情况，很痛苦啊！要用 EZ 去打老鼠，非常的痛苦。 压力挺大的，缩缩缩，辅助游走去了，对吧？你看玩 EZ 就能自己照顾好自己。你说要是玩个比较吃辅助的英雄啊，辛德斯、厄斐琉斯这种，那辅助游走你怎么办？辅助游走你刀都出不了。 已经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人都不见了，都不知道，真不知道辅助去哪了，打了个被越的，玩不了呀！哎呀，你看，这就是下路，辅助想让你坐牢，你就得给我坐牢。<笑>辅助不想让你玩游戏，你就不准玩游戏。 只能从这个地方跑到这个地方去支援大家，我玩个棒棒。难受，挺难受的吧，就这。 这就是 ADC， 基本正常的。下路对线都是要看辅助脸色的，能不能对线辅助说了算。
OK OK， 收收收收，好起来了，他死了，我就好起来了。遇到这种情况也没什么办法，说实话。这种情况就等着辅助 C 就行了。你看，你看辅助现在的 C， 那辅助不 C 就下一把。对呀、啊，如果辅助这样玩，中上也还没优势，你自己有本能就下一把。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啊。那现在呢，他还是打出了点作用来的。然后我那波也凭借自己的操作打了个一换一，就对局没有那么的难，没有那么难受。难受呢，现在对线还是难受的，就还好能接受的样子。现在你说卖一波怎么样？卖一波，停 A 又倒了，没事，我去卖，你们收，我就是去卖的，没问题。给我 C 啊，狠狠的 C。说我可以去中路吃波线，嗯，吃波线。哎，不怪他，那人家交闪现了，一个技能没打中，那也没办法的事情。这种是没办法呀。他没大招的，主动换回来，中路最好补一波血。烟火挂上，我来揍他。OK， 收个头了。再刷一会儿三项做出来的，三项做出来就稍微会比较舒服一点。那老鼠有破败的吗？我操，破败了，该怎么应对？对了，不去看他，不到了。辅助要把自己杀了。对，不管他能不能把对面杀，但他自己肯定是死的。老鼠应该是去找他们了，对吧？对，不管能不能把对面杀，他自己肯定是死的，你把自己杀的是对的。你不大啊，死道友不死贫道啊，管好自己。他要自己去死就让他去死，反正照顾好自己的发育啊，照顾好自己，那后面还有用啊。真还好，我的发育其实还可以。
没办法，九种加加是我的 gank 是有点难 ，gank 太好 gank 了，那一出来丢个桶子就 gank 到了，是很难防备。我说说一下，看哪二把说一下，嗯，对。还是得说一下，这不还是得说，出不去啊，出去可能会死。好好好好，侦查到了，侦查到了，他回去了。谁要帝国啊？放心，我很稳啊，我不会随随便便就死了。我反正不会死得很随便，那肯定是有意义的死。怎么说这次是你没辅助吧？不够警觉哦，兄弟。啊，想勾我，但老鼠在下呀，别来大我，你小子那 Q 到了，给你 Q 到了，你又不敢大我。好，怎么说舒服了，跟人团战点你个头那就好起来了。对呀、啊，真好起来了，逐渐好转。还推个塔，美滋滋。别走了，兄弟，快走！别走了。哎，好像可以不走。哎，我保你。但我怎么感觉一个桶你死了，好像保不住了。我想了想，他你一个桶四个都被炸倒了呀，好像保不住，不太能保。至少太平之星没有让我穿上那种水手服了。别，你补你的刀，我补我的刀啊，我们相安无事。和平共处，好吧。
心态棒棒，好上分了。对呀、啊，能上分，心态挺重要的，算是一部分吧。这上分。这波要打吗？这波我感觉这波如果要打的话，有个人有哎漏了漏了，没事没事，这不来守塔的吗？这是兄弟电击火，亚索我回了，电击火亚索回，这波三个人，酒桶应该哎酒桶也不在，那什么情况啊，下二塔这样子就给掉了，这么简单吗？这老鼠怎么一直在狂担待啊？哎，我这波也不好带，这边视野没有做好，先到这边可以带。哎呦，酒桶在下面去走吧，别带了，走了，快跑，能跑多远跑多远。在下的话，哎呦，在保这剑姬啊，不该让我带下呀。那我就要吃一波线。我很少知道自己在找什么，打起来了吗？侦察敌情，反正跟我没什么关系，太大了。OK OK， 剑姬在上，那酒桶应该刷完野了，应该也回了，应该要回去和影燕了吧。还以为我能大塔给我个表现的机会呢，来一头精准弹幕，直接被佐伊 QA 打死了。打野都死了还要尝试啊？谁有斩杀？没人有斩杀呀，尝试个的。冲出发，这波打好点一波的，兄弟们别逛，来拆基地了，打好点就一波了，人家在那上，现在又在推上他，蓝枪回了，我想搞点事情，我有点小点，我有一些小点子。对，具有点子。他没大招的。搞这种，你没大招，你皮什么？电击也没大招的，真当我 ADC 吃醋的？这个说一下，没哎，还好，妈的，我的一装墙了，
一撞墙很致命啊！点了，下他一下。